我跟大家去讲一个什么呢？因为我吧，这个也是比较这个喜欢穿这个皮鞋，过去都没有穿皮鞋。我今天给大家看个什么呢？就是我在我这个这些皮鞋当中啊，有我最喜欢的两双皮鞋。那么这两双皮鞋呢，我给大家看看啊。给它整好以后，定型以后呢，你穿着这脚舒服，所以我都是这么定好的。好就给它这么顶上，特别是皮鞋给它顶上呢，就搞得比较软乎的这个纸，给它就把这鞋定上型，让我们过去说话就定上型。那么今天这个问题来了。这两双鞋是我最喜欢的鞋，因为呀，你看我啊，1.61米的个儿，但是我脚特别大，我的脚是39的，看不清。这两双鞋我让大家去看看啊，看看啊，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吧。这两双鞋哈，哎，让大家去看一下这两双鞋啊，看这皮子多好，我再给大家讲。这两双鞋。是我穿了32年，这两双鞋，我一个是这个瓢鞋，一个是也算瓢鞋吧，啊，就过去我们讲的鞋叫盖鞋。我是30岁买的，我今年是62了。那么这两双鞋我穿了32年，非常非常的舒服得劲儿，那么。这两双鞋在过去的啊，我30岁的时候多少钱一双啊，什么牌子的，我告诉大家，这两双鞋我是花了50块钱买的，一双鞋25块钱，我穿了32年，什么牌子呢？金猴牌，给大家看一下啊，能看到不？金猴牌，看我这两双鞋，这两双鞋32年，50块钱穿了32年，货真价实吧，是不是货真价实？我总觉得过去的那个啊，特别是皮鞋特别特别好，穿上特别舒服。好了，谢谢大家收看，拜拜。大家好，我是陈怡。今天呢，陈怡的心情比较沉重。沉重什么呢？就是说，我的一个老同志的爱人去世了，才60岁。昨天呢，我也没睡好觉。哎呀，我就想做这么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的我的想法和初衷是什么呢？当我们超过60岁以后。或者是在退休了以后啊，另一半的过世，怎样在这个痛苦中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把自己在痛苦当中拔出来，怎样的去审视以后的生活，这个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去讲的。失去另一半，我总觉得在这个时候是最痛的，最痛最痛的。因为你爱的这么长时间，你们这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别管是过去的一地鸡毛，真的失去了，真的闪一下子。因为两人共同生活的这么长时间，两人的感情在里头，两个人的温暖在里头，两个人的家在里头。怎样去在这个后半生再去生活？怎样在这个痛苦中把自己拔出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中老年，一个新的一个课题，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打算，不可能是两个人都一起走到了，哎呀，一起能走到这个80、90，真是福分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面临，特别是到这个中老年面临的这个课题。
都不敢想。是啊，所以我今天就想把这个课题拿出来说说，很难决定啊。因为这个特别是这个阶段的时候，两人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我是怎么讲，到这个超过60岁、70岁、80岁甚至90岁，那么这还有20多年这么漫长的个路程，该这样去生活。这个路程需要的是什么？需要老了有个伴儿。我是一直主张是到老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两个人能够牵手互相温暖啊。我是觉得应该是这样，老了自己太孤独了，那老的到老的生活的时候，自己无依无靠的时候，没有人说话的时候，真的是有病的时候啊，身边没有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到老了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说了，就这个阶段的时候还是应该去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啊，还是让自己的身体啊恢复好，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啊，到老了的时候，到60多岁了、70多岁的这个阶段，还是应该去重新生活。这个是我想和大家去说的。可是别人可能想不通啊，哎呀，这么到老了，可不虚张。这个不是我今天想说的。其实无论是男，无论是女，中老年人一定记住我这句话：身体好。70岁咱都没问题，真到你60岁了，你身体有个病有个灾儿了，你真的希望身边有一个伴儿，真的希望旁边有个人，真的希望有一个给你去，该吃药了啊，哎呀，给你端一盆这个热水洗脚，啊，昨天呢，哎呀，我就心情特别不好，我就，哎呀，就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就从这个给我接了盆热水，就给我这个烫脚啊，哎呀，当时我的心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时候必须有这个两个人的这种支撑，两个人这种爱在这里头，必须得是这样。这时候，特别是这个岁数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家，有一个旁边有一个人能跟你去说话啊。你看他给你拿着瓶水，哎呀，那时候你的心是特别温暖的。如果你真是啊，就是自己啊，你往那一坐，孩子啊不在身边，哎呀，那时候你跟谁说话呀？你想去说什么？想跟谁去倾诉啊？是不是？还是有一个伴儿为好。所以我跟大家去说，要想走出这种困境，希望在一定的调整当中去再去寻找自己的生活，这也是我由衷的跟中老年人说的话啊。因为到老了他是需要有个伴儿的，需要旁边有个温馨的人来贴护你的。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所说的，谢谢大家收看。